外团，我吃的这款是秘制香辣的，它一共四个口味，还有香辣沙拉的、台式剁椒的和经典香辣的。它这个秘制香辣里边还有这个花生碎。它这碗团里边用的粉是荞麦粉，然后呢，我这款我吃的时候，我把那个陈醋全放里了，我感觉把陈醋全放里的话会更有味儿一些，吃着更好吃。它这里边的花生碎拌着陈醋，吃起来特别的爽口。